高手就是高手，真的滑得非常棒。他有很多这个难度特曲，这个很有创意，其他的还没有其他人做过的一些难度特曲。而且这个女选手的个子比较高，然后她们所有的动作全展现的时候，全都伸长的时候，是特别漂亮的。嗯，非常有视觉感。俄罗斯的这对组合的男女选手的这个海拔，应该是本次的五队比赛选手当中最高的。对，女伴肯定是最高的，是训练的时候看到。所以她非常修长的身材，这样做动作就可能很漂亮。原本我们觉得之前那一对英国的选手已经发挥出了很高的水准，但是看了这一对俄罗斯的组合之后，所以在前天韵律舞当中能排名第一啊，还真的是靠实力说话。在等待俄罗斯这对组合分数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场上也是，应该是这个动作，对，这个很有创意的动作，而且男伴下面也在单脚，对，其实之前的英国的组合和这对俄罗斯的组合，他们都有做出一些，比较有创意的一些双人组合式的动作，是的，没错。本届比赛俄罗斯虽然派出的人数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实力都很强。果然啊，126.77创造了个人在这个赛季的最高得分，也无可争议地拿到了这个冰舞的总成绩的第一名，绝对的实力。